Ghost Fighting Treasure Hunters 鬼屋寻宝是一个儿童合作出游，大玩家走入紧张刺激的探险世界，将探险队放在门口。我哋入去攻击佢哋人咯。喺四个房间各放一只小鬼，喺八个红色房各放一枚宝石，就可以开始。玩家回合每次择色，揭开房间卡，小鬼喺对应地点出门，然后玩家按点数移动到达宝石房，就可以执起宝物放喺背包，再运出外面。如果一个房累积咗三只小鬼，红色妖怪就会出现。假如同时出现咗绿色、红色妖怪，鬼屋寻宝之旅宣告失败。孭住宝石玩家如果同红怪一起，唔可以逃走，一定要有队友先可以摘出黑色嘅攻击石，图案相同就成功打走。当所有人合作将八枚宝石运出古堡外，所有玩家共享胜利。